苏念青，你干嘛不开灯啊？哎呦，你去哪了？我去上班了。为什么跟小罗姐打听我的事？我不告诉你，自然有我的原因。你如果这么想知道，为什么不直接来问我？五爷，对不起，是我太自私了。以后不许这么晚回家。明天我就带你去见家人。我不要。你之前为什么要瞒着我啊？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家里是那样的背景？背景有那么重要吗？重点是你瞒着我好不好？我明明问过你6岁之后是怎么样的呀。所以我不是明天带你去见他们吗？苏念庆，你不要总是这么霸道，总是说风就是雨的。跟别人打听的是你，说不想去的是你，说我霸道的还是你。吴烟，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